罔顾基本事实，恶意渲染邻国威胁，这是日本谎言外交的又一体现。我注意到日前有学者指出，同周边所有邻国关系都不好的国家就是日本，日方应当深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政治互信、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，而不是动辄拿邻国说事，服务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至于网络安全，世界上到底哪个国家最热衷于搞网络窃密，以及各种所谓的窃听、窃密，这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什么秘密。日方在网络安全上无端抹黑中国、俄罗斯，这完全是搞错了对象。人们不禁要问，日方故意炮制这样的谎言，是不是得到了谁的授意，试图帮忙转移焦点呢？